一团乱，该慢的时候不慢，该快的时候不快，决心诚心，你要决心好不好？你篮球的那种样子出在哪里了？好不好？好，拿到球之后，我们重新组织有效的进攻。好，乌龟的场内人数是10个人。阿娇，慢一点，乌龟。中弹了。蓝队内场剩4个，红队剩下10个，在3局2胜制的比赛，红队是2-1拿下了躲避球项目的胜利。哇 ，Lucky 接到这球，今天有抢的，打到了半圈。臂力非常的强大，传球，哎呀，进球没接稳，快一点，不要再前面，确实一点，剩下独角阶段喽，要赶紧把握机会进行攻击。我先落地再打到人，没事。30秒，来一个，这球打中了，哇，马上的出手，还有你知道，剩下20秒，现在蓝队内场8个，红队7个，拦截，啊，又出局了，红队，曹佑宁已经急了。下，传球就好，时间到了。好，红队那场剩5个人，蓝队剩下8个人，所以在第一局是由蓝队拿下来。而且，哇，曹佑宁被打出去了。加油，球！蓝队的球。整个被蓝队带走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70秒，哇，即将快要倒数1分钟的时间了，红队再不把球权拿回来，真的没办法。没事，这个裁判要讨论是不是？应该是直接打到头了。行。把篮球海豚不攻击，攻击一下红队球。好，判定是攻击到头部啊，所以老梅可以继续留在场上。不过现在红队内场剩6个，蓝队剩10个，一个都没有掉，比赛只剩下52秒。但这边呢是消到了52号的蓝军。两个，32秒的时间，红队有没有把握机会？结果这个时候，于承欣大爆传，太慌了，曹佑宁这攻也接不到这一球啊！现在蓝队只要打慢，就有机会把这一局给守下来。来，请来给拿到球。现在双方内场都是7个，增加，五，救命了，4、3，阿娇，阿杰，耶，曹佑宁关键的一球，太关键了。直接打 Lucky 身上，哇！最后蓝队那场剩下6个，红队剩下8个，所以在第二局是由红队获胜，3局2胜制的比赛，双方战成了1-1的平手。一团乱，该慢的时候不慢，该快的时候不快，决心诚心，你要决心好不好？你篮球的那种样子出在哪里了？
好不好？好，拿到球之后，我们重新组织有效的进攻。好，好不好？很累，大家都很累，他们也很累。好，今天结束之后就可以休息，休息一下。好，咬住，咬住，哎，好，这边，加油，加油，可以张大声，砸出球，不急，还是你先，完完。五秒，五秒，五秒，五秒。张家生这时候回到了场内，现在红队的场内人数是十个人。好球！慢一点，五秒。中弹了。女生，女生，女生。冠军的接下来球。时间剩下一分45秒。蓝队那场6个，红队是10。女生，女生接的漂亮，像一次歌手接球一样。女生，女生，对对对，漂亮，小超女生，你好，盘真人超稳。在上一局是红队落后4个人逆转，是。哇，又接到，黄同学又接到，朋友你的球。好，现在小超6个，红队9个，女生啊，现在已经来到了9秒阶段了。蓝队有没有办法逆转局势呢？必须要把球先拦截到，但好球！结果潘俊文这一次终于被砸出了场外。蓝队快场来砸，是，不然人进不来，人数是落后的。从立场过的这一球，对，从用宁向宁秀亮去拦过去了，来给球球。哇，趴地夺过，剩下20秒而已了。国家，现在红队就是要不断的节奏慢下来，因为他们有4次的传球机会。蓝队内场剩4个，红队剩下10个，在3局2胜制的比赛，红队是以2-1拿下了夺命球项目的胜利。